3.7 前瞻全部消息，优拉喜提新剧情，伞兵复刻，新角色新地图登场。首先是 3.7 的池子，根据舅舅描述，3月7日上半复刻池为钟离优拉，下半伞兵阿贝多。消息还很保真的，参考之前神的复刻规律，3月7日亦会有一位神级角色，而钟离 3.7、 温迪 3.8、 雷神 4.0、 水神 4.1 比较合理。同时优拉在3月7日有高光剧情，这点还是很让人期待的，不过应该不会挨刀吧。而阿贝多伞兵则是从复刻时间上推测的， 3.7 将开放璃月的新地图沉郁谷，虚拟的地图将会在 3.6 正式完结，草神童也将会在3月6日补齐。 4.3 新地图为蒙德的德金港，紧接着会开启俏鹰庄。然立本大哥之前说俏鹰庄是从璃月去枫丹最快的一条路，问题在于现在看来不一定从璃月去了。 3.6 开虚拟的图尼黑渊和甘露花海， 3.7 璃月的沉郁谷，3月8日又开海岛。不得不说买真是太高产了，新角色只有一位四星，也就是之前已亮过相的稻妻草系四星单手剑角色，名字确定起凉凉，可能会是草盾，并且舅舅还透露说起凉凉可以实现爬墙自由。至于大家说的爬墙不消耗体力就别想了，毕竟是一位四星角色，大概率会跟萧何坎蒂斯的那种攀爬减体力的天赋吧，不过在大世界还是比较好用的。总之对于喜欢玩大世界的玩家来说，无论是钟离伞兵还是伞兵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。 3.7 刚好也是中高考玩家放假，相信又会迎来一大批萌新玩家。